领拜三，啊，今日的温度有较悬，吼、哦，就是风要去正头，吼、哦，风要去正头，非常啦，来这个江浙吼，啊，看咱这几遍，啊，这个天气拢唔是介理想啦，哈、啊，啊，应该三月底四月初来了，应该渐渐气温的热烧热起来较对啦，哈、啊，今年算有较冷啦，哈、啊。啊，甲咱台湾的这个局势同款啦吼，咱说话安尼较冷淡薄啊吼。啊，但是咱会坚持啦吼，咱会坚持。啊，今日去算咱的台湾啊，民族哈、啊、自我讨饭运动讲座第七讲啦哈，第七遍啊，所以我想今日去算第四次哈、啊，第四次啊来甲咱大家见面做伙啊。啊，我想按第一遍开始来，就是咧讲啊，这个理念哈、啊，咱今日只有哪有这个啊，精神武装加这个行动纲领哈，大家手里若无哈，啊，只要有会当来替啊，小我那阵手里无的，会再传一下啦哈。啊，咱捌讲，哎，我想已经有讲过这个理念甲立场，哈、啊。啊，小我有讲起这个战略、战术甲纪律啊，啊，所以今仔日应该重点哈、啊，应该进入第三段哈、啊，就是这个战略、战术啊，安尼啦哈、啊，啊，所以当然这我上在讲的是拢会头啊尾啊，小我呢，会安尼小我引用啦哈，会小我引用，啊，所以是不是咱这个先站起来唱咱台湾最亲哈？啊阿廖，阿卡，把这个时间来交我一下哈。太平洋西南海边，美丽的台湾最亲，扎进我国半统一，努力打败主大天，用恶果。祖祖君平定山野阻，人类文化世界和平革命向前贡献在你。我来请谢，感谢大家哈，啊，感谢大家今天去 AM 来，感谢哈。然后啦，哈、哦，啊，要不是寒，说不定会当安尼吼挂钢来聚会吼，这是真难得的代志啊啊！安尼安如听，好好好好好。啊，我今日即马讲个吼，讲几摆我有点感想吼，咱在讲我拢无客气的讲话吼。我你讲的这哦，这不是简单的代志呢。这是我跟你讲哦，是一个全世界的，现在殖民地已经独立160几个啊，拢用这个方式来去独立的咧。哦，譬如讲哦，理念、立场、战略、战术，啊，佮即马佮落去纪律哦。我咧看恁两个读得真好啦，啊喏，无就是你记录啦，拢家己听咧，拢大家拢迄落去尔个吼。但是我想讲哦，我若想煮法无菜啦，你若即阵寒菜迄落，大家要倒来迄个吼，想做起来底想做嘛，都我先出个一寡物件，即摆有著台湾来拍拼，我看会较具体啦。也较有行动啦，吼、哦！就是啊，所以讲，我咧讲的这吼、個，唔、哦、是对我的察觉出来啦，吼、哦！也啊，唔是讲的是啊，什么人的什么，比如这都是吼，世界我讲真一摆，世界70%拢是殖民地，到100%到达了，1960年迄阵啊，吼、哦！
这是面地拢独立吧啦，伊独立是讲，干那咧看人，也是讲干那咧讲话咧独立，唔是，人伊后头迄个理气，有迄个理论，当时后伊个入场，吼，看你要徛搭什么样的入场，搁强，有人有这迄、那个战略，但是吼有个政策，搁强，头尾做伙有人做纪律，迄阵啊才会发生力量。发生力量呢，咱才有法度甲人，即改变咱的台湾的迄落，咱才有咱达到咱的目的吼。所以讲，希望大家吼，两点钟啦，大家紧张吼，不然就但是卖讲即天听戏过吼，不然是小可一出来就接受一下呢吼。啊，即个你讲，我就是讲哦，即个我看。恁大家都会记啊，才对啦。只要那是要改变现实的体制，那是要讲，而且呢，咱家己要做主人，而且，迄阵啊吼，做的方法吼，就是讲已经世界有一个具体的迄个例啊啦。你不是方法，就是对蔡先生讲吼。第一就是理念，第二就是立场，第三就是战略战术，吼、哦。啊，第四就是纪律啦。最希望吼，恁大家会使讲，想讲恁若是。台湾人内底，我那被选出来的啦，人大家像这寒吼，大家嘛爱待在厝的，待内较烧烤哦。恁有迄个热情，佮有迄个义气，讲的是呐，大气的是呐。有若台湾的就是来去听看嘛，也是讲学习的是呐。讲这个机会是真宝贵啦吼。我希望从大家吼，这会使讲。多得到一些东西吧，好在对台湾才有迄落啦吼。啊，我都跟你讲吼，都跟你讲，我呢真小心咧，讲实话真烦恼咧。我看恁大家在听，到底听内底咧有几分？恁大家会记得袂？吼，所以我即马，今日有来两百以上的人。大家说话也手啊，吼、哦，吼、哦，安尼好啦。你较近的，我你问啦，什么都理念？啊？对啊，理念啊。哦，理念啦，理念就理，什么都理念啦。真久的，我你讲啊，拢简单明了。拜托的，看这边，然后的，台湾人啊，要有民族意识，要有你说的一部分，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啊，就是啊，台湾这边台北没做出人吧，对不对？有。啊，想做出人啊，就是独立的问题，不是民主的问题了。民主哈，你讲啦，我跟你讲，民主是真要紧的物件，民主是做人永远的物件。不过咱台湾的环境啊，受外来这的压迫。是不是在土地这，那无个不出去民主无多，实现啦。你现在听得差不多可以吧？其实民主也是挺重要的，但是因为你们要知道，我们现在呢，这个不能做一个主人了，就是有人从这个头上给你压下来的吧，对吧？压下来的谁是？都是四百年来也是哪啊来发展来经营来流血汗来什么创造这个现在台湾社会的人吧，不是吧？
这个东西，这种的，这种的，他这底的东西呢，对我来讲已经十多年，因为现在日本大皇什么写出来的证明，根本是蒋介石国民党中华民国，是不是啊？对不对？拜托，都表示自己的态度了，哦，这个一定要的，哦。说的公开些，哦，中南集团，但是不可控的，因为也是让我讲，咱这边换的，不是换中国人啦，中国人嘛有好的嘛有派的，哦，派就是啊，对，就是啊，这个。中华民国的这殖民地，这拢因滴黄啊，因滴剥削，因滴，搿里阿别，因滴搿里是这块的人嘞，吼、哦，咱是欲吼、哦、反对这体制，殖民地统治的体制，这八十块大陆对个，咱唔是反中国人啦，那中国人哦，那是讲哦，你台湾对这土地有爱心的人，大家若想要得台湾多，咱若要独立，中国人。我是欢迎你参加啦，对不对？对。啊，现在吼，唔通讲，就人讲你来做台湾人参加，未使。中国人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啦，咱都不爱讲做人的民族啊，你叫人来做人的民族，这未使。你也可以用中华民族的身份来参加，只要你对这个土地啊有爱心，同时你想要在这个。在这个台湾这个住下去的人，哦，这都说我就是吼，你讲你两个就是，我一即马讲出来吼，我就做迄个我甲你说明一下啦，大家呢听到会好些未？哦，我用理念哦，不是讲哦，咱这吼，咱这怎啊吼，个人无变一起啊无？你看世界去，人各国的嘛，有国家的人拢会去，有时间伊也坐坐啊，东西有啦，有发言的机会，咱当然无。中华民国跌伫顶头啦，所以讲中华民国好人，我大家唔承认咪啦。全世界吼，191国的迄个那国内底吼，承认的中华民国是干哪讲？中南美的小国还是太平洋的小国，这24、25国尔啦。哎，那个是啥？我都吼，中华民国，逐年一个那个摕你几千万、几万的钱去甲付，伊才给你承认的。从咱这个就是中华民国对，恁而且啊，经济上啊比人家歹，家己做也无通啊，家己吃吼。哎，也是呐，政治上，家己也无通啊，有一个家己立场也无，啊，所以讲宏观呐，宏观呐啊，不但啊，世界上大家拢看你唔是一分子啊，你都无国家吧，对不对？好、哦，所以讲咱就是吼，咱今日来就讲，唔免讲，咱就是大家要，要讲变钱家啦，咱就是要争一分呐啊。哦，爱要争取，就是讲，即阵啊，大家即个都整理起来啦。就是讲啥，咱即阵啊是安怎无球，他还有人打你啦。打你是啥？唔是伫台湾成长啊，是讲对咱有爱心的人啊。伊拢是1945年才往武力，才往60万的军队来占的人无。所以讲，咱为了咱即马为了家己吼，国民的心啊。啊，家己讲要做一个，家己要变一个自由吼，伊迄个甲咱打，即个都话付出去才有法度吧？现在付出去，种民主才讲起来啦，吼、哦，吼、哦，所以讲，这就是讲吼，当然是殖民地啦，但是这点我爱讲吼，唔通袂记得啦。